他们是一顿烟消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吃两顿。在我昨天晚上特别饿的时候，我刷着了这条视频，哇，这太香了吧，馋得我百爪挠心。还有俩爪子吗？所以我现在连夜就把食材都买齐了。咱们上技能，把配菜简单的给它热一下。你这是吃的是面条还是鱼？面条怎么还带肠啊？跟那小孩儿家没一新鲜，就多吃点儿。一个只属于他的神仙料汁，光吃光吃光吃吧，你就。然后只需要把它们都和拢一块儿，就打工告成了。不是我吹，学会这碗面，一年赚个几千万，没有问题。好买配好碗，这吃的时候必须得配上优色乳冰糖山楂乳酪，还得就这个，我看看。这可是我私藏的夏日开胃神器，山楂的酸甜配上浓郁的优色乳，我简直不要太绝了，这个口味是不是特别像我小时候你给我买那个山楂罐头的那个味道？还真是那味道，好几年了没尝到过，就是记忆中的味道。它的口感还像是直接喝进去了一串冰糖葫芦，还真不错，营养酸甜是真开胃。这还有原味的和蓝莓的，给我留下吧，我回也得尝尝。本来我能吃一碗这个面的，配着它我还能吃第二碗。